能不喜欢洗这个吧。拜拜。好了，现在就是这里 -11度，很冷很冷，冰块。我走，我走，这里终于是最凉的地方了。后面我真的怕。11度冰酷哎，我们是安静了。切成挤压冰之类的，这种高温区，你看里面都是火红的，不可以随便进去，可能会死掉。女性专用土空房，这比较安全吧？是睡觉区吗？大家决定抬腿睡觉为上策。这里太热，不适合我们，整个都没空调也没有风。这里很热，很热，还是可以睡，就是有点热。